华节、双马节，接下来是双炮节。双炮节跟各位说，运用的范围很广，但是它简单的不得了。首先呢，双炮节是要跟双马节一样，要靠物体来固定的。首先呢，这个圈圈大家都会做嘛，对不对？做出第一个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下面再做一个，把第二个圈圈放在第一个圈圈的下面，然后套在我们要套的物体上面，然后这两边同时拉紧，这样就是双套结，就是做两个圈圈，第一个圈圈在第二个圈圈下面套上。对，双套结呢，它是双边受力的绳结，你不论从哪一边拉，它都不会动。这个结在攀岩也常用到，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绳结。但是我们在大外上，首先呢，我说过这个绳子不安全，所以我绝对不能拿来做任何的确保。但是它拿来大外上，绝对是绰绰有余。